简报第七十页哈，那现在来认识一下，也玩一下这 LED 点矩阵，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看到，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的电子看板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个啊。好，只是说我们这个是单色的啦，好，单色的，当然也有那个全彩的哈。我们总共有几颗？8864，好，有64颗，好，64颗。那现在呢，你请你先找到你。开发版面这一颗拿出来，另外我需要5条公母的线，就是前面这个尖的，后面这个是这样子的，5条，我们有需要用到5条。好，你找一下那个杜邦线，找到5条。好，找到5条。请问连在一起跟分开有没有差？没有差，所以我特别有写一篇文章探讨一下，到底你是要那个这种面条式的。还是要一根一根式的，我部落格上介绍一下。刚开始学，我是觉得用这样子比较好用啊。好，但是很多人用久了，他都习惯一条一条接，因为反正意思是一样，只是说有这样一条，有时候在收纳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好，比较方便，而且我在连线的时候也不容易搞混，就哪一条接哪一个脚位不容易搞混，所以各有优缺。好。那现在呢，你要接的时候，麻烦你 LED 点矩阵，你先看一下，它有两边，一个是有这个晶片的，一个是没有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接下面这一边哦，了解。第二个，你在看的时候，它上面这里我摆成跟我简报一样的位置，请问这样有没有跟它一样？有没有？我的位置现在跟它一样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就是电源 ，VCC 就是电源。GND 接地，另外它有需要3条讯号线。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电路板上有没有写，也有写到，对不对？好，也有写到哈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确认一下，我需要放大一点吗？放大一点就放大一点嘛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够清楚吧？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现在就要来接线哦。那你要接线的时候呢？我就跟上面的一样，好吧？好，我就跟上面的一样哈。好，我来跟这边一样的，你看哦，我现在呢，电源因为是 VCC， 它需要5伏特哈，3.3可能会没有办法64颗都亮，所以这个需要接到 VCC， 有没有？电源接到 VCC， 再来 GND， 当然就接 GND， 好，就接地的。然后我就接16、14跟5，可以吗？所以我在这边，我们就一起来动手咯。你看我用一排的好处就是这样子，我可以这样一次插进去嘛，哈，我一次插几个都没有关系，我就照顺序插。当然你们现在的都是一根一根的啦，所以也没有关系啦，哈，你要一根一根插也 OK。我这边就一个一个把它插进去。那么你们在插这个杜邦线的时候，稍微留意一下。就是你在插的时候啊，就是用指甲稍微顶一下啦，好，有没有？我把它顶到底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像这样把它顶到底哈，但是也不用太大力啦，因为我有遇过同学，拍摄我有开儿童班啊，儿童班他就把一顶然后就断掉啊，然后我不会焊接，然后我们有一个讲师会焊接的，他就帮我再把它接起来，好，你就。在可允许的施力范围内，轻轻的用指甲往前面顶一下，这样有没有？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松脱了哈，毕竟杜邦线有些比较差的，可能你这样是插不紧的，好，所以我就把它这样顶好。你看我这样一条有没有就很清楚，哪一条接哪一个？那请问不同的线有不一样吗？颜色没有差，每一条都是一样的，好，只是习惯上的，我们如果是接地就会用比较暗的或比较。那个黑的白的颜色哈，那如果比较鲜艳就是通常就是接正极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开发板上面来咯。好，你看我现在回到开发板这边，我拿高一点。好，那你来看这边的话，我第一条我的是棕色的，这边是电源 VCC， 所以我就从这里接了哈，各位也不用急，这里有一个有没有？我就接到这一个角
脚位上，好，这样插进去的。第二个 GND， 哎，等一下，颠倒了哈、哦。我第一个是棕色，第二条是红色的，我就接到 GND。好，第三条我翻过来哈、哦，这样你看得比较清楚，有没有？这样，那第三条我这是橘色的，对不对？橘色的我就接到16。再来黄色的接14，这个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接这几个啦，只是这样接我觉得比较顺一点。最后一条绿色的我就接到05这边，好，这样我就接完咯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先再检查一下，看线有没有都正确的粘在上面，好，正确的都粘在上面，那这样如果没有问题你就可以接上电源。好，我这边都开灯啦。那你接上去之后啊，其实它有的接上去会64颗都全亮，但是有些时候是像这样就什么都没有亮也没有关系，这都正常的。 OK， 如果你的线有错的话，你记得电源先断掉，重接之后再插上电，不然你插着电去改那个脚位，那个也不会亮，好，也不会亮哈。好，这样子硬体接上去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那我们就回过来头来看一下硬体的积木咯。这边刚刚这个为了以防万一，因为有些人这个没有丢掉哈，没有勾掉，所以我就全部删掉，可以吗？请问要怎么样一次全部删掉？重开好线。哦，你也太凶啊。删除所有积木。来，因为有些人不舍得，对不对？你刚写的不舍得，我顺便分享一下。如果你这个程式你想要保留下来，你看上面这边，请问有没有一条链子？有啊。对，请不要从这边网页另存新档，不好。请按一下链子，有没有产生一个专属的连结？有。你就把这个连结复制起来，那你又一定会跟我讲，这又不能复制，哇，请你按确定。上面这一段就是一样的，好，刚刚那个是一个讯息提醒你而已，你就把这个复制起来，这样子下次你进来的时候就会是一模一样的。当然如果你以后用的云端平台，你想说我不要再写一次，对不对？可是这又不是范例积木怎么办？你现在这个内容可以汇到里面去，就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就可以汇到云端平台的那个里面，这样就不用重写一次。 好，所以这个你如果有需要你就按这个齿轮，那怎么样一次删掉？按上面垃圾桶，有没有？或者按右键，有没有删除全部的积木？这样都可以。好，我就把它全部先删掉。好，删掉了，那一样我就从开发板这边再丢一个出来。好的，现在用 smart 一样的这个号码把它复制起来拿过来。好，那这个如果你不要太快，你一样可以变慢一点。现在一样找什么发光元件，有没有 LED 点矩阵？不要找错人哦，我现在已经升级了，把这个拿出来，硬体先解决。我刚刚接到哪里？是不是16？来，再看一下后面，有没有16、14跟05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旁边的积木就是一样的咯 ，DIN 16、14跟5，这样我就 OK 了。那我怎么知道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接到？你找这里，把第二个积木丢出来。好，这样丢出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这边有没有，现在有亮起来了。好，我把它 play 一下咯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会笑了，就成功了。这样有笑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如果你会微笑就表示你的装置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好，